Now Sports 小主播话你知体育小知识，考下大家呢几个英文字母系代表啲咩咧？唔系拼字游戏，喺足球嘅国度，呢几个英文字母代表欧洲球坛最高荣誉嘅赛事。其中最最最顶级嘅就系 UCL UEFA Champions League， 又系欧洲联赛冠军杯。另外就系 UEL， 即系 UEFA Europa League 欧霸杯。至于 UECL 就系 UEFA Europa Conference League 欧协杯，就仅次于欧联同欧霸杯。呢啲欧洲杯赛都系喺欧洲各大联赛前列位置嘅球队先可以参加嘅，所以系真正嘅强强对碰，真系好刺激噶！大人细路都啱睇，欧洲顶级足球赛事就在 Now TV。